提到面霸球，这球完全是从2009年那年他第一场上场投球对精英队之后再度碰到精英，已经其实蛮久了。过去虽然在洋基的精英算是一个老对手，不过已经蛮久没碰面。生涯对精英的王继明也投了有10场初赛，9场先发，1场后援，战绩呢是3胜2败，还有一次是救援成功。对，生涯唯一一次救援成功就对精英队投手，那时候 Joe Torre 是蛮有创意的，没有救援投手，你说梦到哪里去了？结果那天派王继明上去担任救援投手，然后终结，ERA 是偏高啊，5.91，将近6。飞球打成反方向，来到的是三垒手，跪在地上，从此欣赏垒带着陈伟，这是一个 double play 啊，精彩的守备。最近大家的气势正旺啊，所以王建民的第一局形成让对手另类的3上3下，稍后来看一局下半。